的主动式盲区监测系统，是通过雷达、报警等装置对车辆两侧的盲区进行探测。如果有其他车辆进入盲区，系统通过外后视镜中集成的 LED 灯亮器，提示驾驶员注意侧后方的来车，大幅降低因并线而发生的交通事故。毫米波雷达具有探测距离远、穿透能力强的特点，可穿透烟、雾、灰尘等。在恶劣气候及夜晚条件下，无干扰、全天候、全天时工作。动视盲点辅助系统会提供额外保护。电子盲点检测器的雷达传感器会识别车辆或摩托车进入危险盲点区域的情况。如果后方盲区有来车，车外反光镜上会出现红色三角形警报。如果驾驶员打开了转向灯，则系统会响起警报信号和一个红色三角形闪烁提示，